家的掌声。那我先来稍微问一下大家好了，我没有那个准备礼物啦，不好意思哦，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今天大家知道是什么乐器吗？乐器。好棒哦！它呢，就像就是乐器如其名一样，就是很像月亮，圆圆的。然后它呢，只有两条弦，它是我这边里面。乐器里面就是弦是最小的一种，就是一种乐器，但它也是用算弹拨乐器，因为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弹片做一些演奏的技巧，就要跟弹拨乐器。那我右手边呢，这个是中软，它的弦呢就是我的 double， 它就是四条弦，只用的是钢弦。然后它这个的一个情歌也比较多，乐器不太一样，跟乐器不一样。但它呢主要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，然后比较浓醇，就比较浑厚一点的角色，在我们的乐团里面是扮演这个角色。然后它声音很温暖。那再来，这我右手边那位呢，是大家应该完全不陌生吧？就是吉他，我的木吉他。然后它的弦呢，就在我们的。又是我们的加成，它总共是六条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总共就是二四六，就是每个乐器的弦的数量都不一样，所以很奇妙，我觉得刚好就是这样子，很可爱，我自己觉得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，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的歌手云晨，然后他今天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。以他的歌声呢，去诠释一下我们的台湾的民谣，或者一些我们戏曲类的音乐。那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感受。那接下来还是一样，刚刚是望春风，那接下来带来这个是雨夜花。雨夜花呢，它会有点，我这种有点设计是有点水滴落下就下雨那种感觉，就滴滴答答这种落在地上那种声音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，是不是有感受到我们的雨夜花里面是有下雨呢，还是没有下雨呢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都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。好，就带一首雨夜花，谢谢。
看有点词穷。刚刚也有介绍我们团员，我刚刚有这介绍到我们云城嘛，我的云城他是做我们都是戏曲类出身的，戏曲学院出身的，所以云城他主要的本正职正三正职是在做对台戏的演员，所以他还会有一些对台戏的演出啊，然后所以他在一些戏曲的上面的唱腔也是非常的有水准的。那我是资音李资音，那今天负责的是乐器，我负责平常也是在做歌仔戏的伴奏。那除了三乐器，还有三弦呢，都是我们必须要会学的，然后运用到的。那我右手边的中阮的是黄昭俊，刚才听到说他是客家嘛，所以他担任就是客家戏的部分，在戏曲学院里面是客家戏为主修。那他也会弹三弦，然后也会弹古筝，他其实是蛮万能的一位同学哦，他就是什么都会，然后我就说，昭俊可以帮我弹个东西吗？他说可以帮我弹古筝，然后他说可以啊，那可以帮我来个什么吗？他说哦可以啊，所以昭俊其实蛮厉害的。然后这个右手边呢是我们的王一中，一中老师，那他呢就是我们这边比较特别的一位，就是他是算西洋乐器，然后他在我这边乐团里面就担任一个比较很重要的一个存在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，虽然说他都不太讲话，他每次都这样安安静静的，就是他其实存在感很重。接下来要介绍到戏曲类呢，就要介绍到我们的歌仔戏。歌仔戏呢，我们其中有。